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我岛十一点外，国道一号路南364.5公里顶金系统往高雄的路段发生着车祸，有8台的大车连环追撞。7台的货柜车甲1台的大货车，1台弄1台，有几啊台货柜车，这个车头是弄甲拢变形。有一个驾驶一度是吊伫个车顶，这经销接到通报，赶到现场，赶紧用铁丝撬，用铁丝来卡，甲人一个救出来。有3个驾驶受伤，送病院来急救，加在拢无真要紧，嘛因为安尼大塞车。